们刚刚一直在说你们要怎么样？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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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。哎，说你美屁！而且这里很多伴手礼，还可以喝个咖啡。对，还有东西，对不对？这边确实是很不错，水果出超好，很棒很棒。哎，你们两个要争气一点。太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演艺圈算是几年不是浪得虚名。你讲的刚才过来，刚刚庞哥这样已经浪得虚名了一下。我刚才下那个游览车，就听到少爷在跟工作人员讲，等下这边要怎么回去？很认真的，问路了。对，还要过我们这一关。我刚刚都先去看产品了，不然我怕第一关就结束了，看不到产品。你们有点危机感，不会让你们那么快回去。很棒啊！你有种，你派庞哥出来啊！对啊，对啊。我告诉你，就是这样。脑袋已经是下班状态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回家哦。我们等一下是轮流玩这个翻杯子游戏，很简单，就像这样子，要翻过来之后翻成。成功翻面的话，就可以获得下棋权，轮流进行，轮流进行，然后只要看哪一边先下成一线。轮流。那如果平手怎么办？平手，平手就平手就好了，平手算你赢，平手算庄家嘛。这个跟庄家一样的道理。来，守关者要派出谁？是红哥还是？我先了，先了，红哥先了。我跟你讲，红哥，我压轴了。我要走了，那你会整集都要假手，假手不？你看，你看，命中注定，命中注定，输的了，庞哥出来，好，来第一位，请就位了，好，第一号，准备，哦，放放中间，笨蛋，对的对的对的，一个音乐，挡的挡的，哎，这想什么？哇！这个杯子很脆弱，要轻轻的，要温柔，也温柔。哎，闪着什么？要轻轻的，轻轻的。来，准备哦。你的脸一样是庞哥，预备。回家，回家。也不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三个了，对哦。不行，先压一个三间。好厉害哦！那盘不行了。哇！你刚才说这个杯子很怎么样？要轻轻的，温柔，一个都没有成功，太用力了，太用力了，不要乱挖。好，庞哥已经连下两层，来第三棒，请就位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好，反正刚才已经连下两层，庞哥现在应该很有自信了。回家，回家，准备了，到底谁能回家？预备。哇，这真的好，都一次成功。哦，阿庞哥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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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慌了！因为豆哥现在急起直追，慌了，慌了，急起直追，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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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还等一个了，耶！哦，还等一个了，耶！怎么样？还等一个天呢？还有半天了，还剩半天啊！还剩半天，还剩半天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！这老天助我，你要不打这边白痴啊？你要指挥啊！我要专心玩这个，我要指挥啊！对不对？你在哪里？反正我不指挥，我又不会指挥啊！你是来看表情的？我是来看站，他说我的好厉害，好厉害，我也没有看。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我要专心的玩游戏，你看他看到最后一个，我都会。好像也是三点，对不对？没玩到。你继续，我们都很像学过，每个单位都好简单，好简单，好简单。快出一个我们团队烂最烂的，对，烂最废的。好好来，来来来，来，都出来，都快上，因为。他是我们慢慢来，他是我们最废的，他是我们认证最废的哦。玩的玩的有，哇哇哇！你真的很强，你真的很。我取关为什么？我取关。有有有。给志勋立足点，头一次觉得一样烂，一样烂。有有有有有有有。说一个说一个。哎，我觉得我怎么会这样子？哎，我现在在挡他。你两个，你们挡他哪一句啊？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他的脸，他的脸，没有花死脸，没事的。这个脑袋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不要再空掉，会空掉。我刚在旁边也觉得说少伟太笨了。陈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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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
请上游览车。北环游。